足唔好用，呢邊咪足唔好用。哦，這樣，這地方清清楚啊。本分局在今天中午13:05的时候，接获圆山乡内城邮局的行员打电话报案，说在圆山乡龙光路内城邮局旁的提款机有遭一名不详的男子手持木棍破坏。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为该名男子已经逃逸。这个案子经过本分局调阅邮局及附近民宅的监视器初步发现有一名年约20多岁的男子，在13:03:35的时候，徒步进入邮局后侧的广场，并持木棍在13:03:56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提款机前以木棍敲打提款机之后，在约6分钟，也就是在13:09的时候离开逃离现场。那这个案子我们初步研判，这个犯嫌应该纯属于破坏的犯意。那本分局目前提供清楚的监视器的画面供民众指认，如民众发现有影像中之犯嫌，请与警方联络。